那捐你吗？捐什么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上土豆了。那么这期呢，我们来到了唐朗地铁站这边的宝能城啊，宝能这个环球会这边。那么这边呢，开了一台新的这个机器娃娃机店啊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乐把头，也是以前的那个向阳。那么这期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边好不好抓吧，走起。因为他刚才那个线路好像有点问题，正在修，我们去另外一边看看，也是他们家的。跟我家门刚没有锁。可以哦。哎，这个也能存吗？不能存啊，应该都不能存的。哦，这都能存吗？那就存一下。这边也好的。哎，这个是一手房吗？对啊。这个包很乖，这什么包？羊绒包。相个200，200多币，250币。那什么都是个币，晚点去吧。那捐你吗？捐什么？真的，不过力是蛮有力的。哎呦，你再拿两个试试看，是不是可以哦？是不是可以哦？真的插还是直接甩一下吧，甩吧，看你要怎么。哎，算了，一个个来吧。丢出来。哎，有戏，我操，这个一个人抢出来是多的，这个真的好看，是吧？佛系的，这个好看。你要想挂到把里面那个也可以抠出来了，算了，你给他留吧。这个挂抓搞定。对啊，这个月狗。好，二叔，对啊，出了。回，他砸板有点回丢了。挂上去了，哎，挂两个了，我先进一个。哦，有二叔，哎呀，没卡点。哎呀，没有卡点，还有二手。是补点币。可以。一田那个大悦城，他身子肯定回出来了。哇，那这个力真的大，一样都摸出来。真的大。一对，来一对一对。这个头过来会好抓一点。想走，哎，感觉要去回来一点嘞。这个可以挂了。它这个其实力很大，但它回丢啊。其实你路人抓的话，其实也不是特别简单。嗯？可以了，早点收。哦，开了好多店。这个直接露出来，一对兔子，可以，挺好看的，可以。哇，离谱啊，这都能出？哎，彩虹小熊，没搞，那个电断的，它刚通电，还没弄好。我等我再去看。哎，漂亮，这离谱啊，这个力度。小兔子，宝宝。当然，如果你能挂去挂到那个他那个耳朵，就是帽子，你就有戏啊！离谱啊！这个力度真的，小丑卡比帽子挺好看的。
哇，这个力度是真离谱。哎呀，翻到可能就有了。哎呀，差点点。这包多，对，是新开的店，新开的店。转转。旁边不用，还要行啊。对。可以。这个拿回去吧，挺好看的。好像也可以存牌，或者抽奖了。这个包要挂一下啊。这个包什么？挂一下。这。你看这边吗？哎，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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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去吗？拿去。拿出来就算了，包包就拿回去了。到处可以。对啊，我们等两分的吧，不能等一分吧。只能一把。哇，你起来！哇，这个有起来。太少了。对，有起来真的就可能一把出了。这有没有？哎呀，哇！哎呀，这是挡住了，这是这一个娃娃啊，这个娃娃，哎呦，我靠，我一直以为是包，哈哈，也有那种小的，对，小号点的，然后现在是这么大的，软软的，这龙猫还可以吧？啊，我看到，这个我要换这种苏菲梦奇亚公主，还有苏菲亚公主，四个换这个包包。划算，对啊，划算。这个哦，那个杯套，那个贵的那个杯子，对啊。七个娃娃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车，吸管杯。吸管杯。吸管。巡洋车21个，加值。啊？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刚刚花了大概104币，然后找多少东西？对，104个币。暑假生，来，让跟这边展示一下。14个，104到14个。刚200块钱，然后呢是有250币，然后只抓了，现在是只抓了100多一点，100几币吧，然后只抓了14个了。看看这里真的是好招。把吸的做完，我留给你了。为什么吸？啊，看，龙之谜，哇，结果，哎，这个鱼钩很好看，那外面大鲍鱼啊，哇，这离谱，多肉，哦，爬蛋，你是谁？哈哈哈哈，给蹭下来了，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坐起来了。哎呦，哎去，哦，那个耳朵还挡住了。走你！哎呦我去，自动收了。嗯。哎，欢迎陈总。哇，直接卡带了，这个手长脚长，哎，没想到补给他们补一个币了，哎，去了，不用玩，哎，找找，漂亮，可以了，就卡位置，就出了三，我就怕可能就当积分了，有了。好，可以收工。我试一下这刚的100，那是150。二楼抓了50来币吧，就是一袋子，然后看看有多少个。9个。9个。然后都存了吗？存了吗？对，都存了。哎，这里也没有。这个门店没有啊。
这期呢在这边就是热码头这里啊，然后花了200块钱，总共抓了30多个啊，其中存了应该有20多个吧，准备换一个电饭煲了，电饭煲那个小米的只要20个就能换，到时候让它邮寄过去。这边呢新店真的是非常好抓，随便挂爪什么的基本上1点都能出啊。好了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叫我叨叨了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